我寄出了选票了，而且非常有成就感啊。候选人，我对你有信心，待决法案都非常好啊。你们投票了没啊？很简单的啫，将你们的选票投放去官方的收票站邮寄，或者放在你自己的信箱或者邮局的收票箱就可以的了。记得要在选举之前或者当日完成哦。就算及时寄出，有些邮寄的选票仍然会在选举日过后才会寄达。是啊，就算是及时寄出。Hello， 海鲜们好啊，这个感觉真的非常好啊。工作人员计算选票的时候，等我们一起去找大脚怪 Sasquatch。